笑死，被发现了。OK，欢迎你回来了。耶！我今天考试又考，我只错了一题，我是不是很厉害？哎，就是闭麦的不理我。那他为什么会在我微信，不在你微信？我也不知道。叮叮叮。咱们有点情商的比，反正我估计不是躲你，毕竟我在这儿。留个啊。啊，没必要。哦，别犯傻。你怎么也下去了？因为你不理我。啊哦，我闭麦了，笑死。Yes， 当我在说，我说就是我今天考试只错了一题，我是不是很厉害？然后我就看到你把麦闭上，转头了。我错了。是，我错了，是很厉害，超级厉害，你好棒，是蒙的那种选择题吗？哦、谢谢你不是，是选择题，但是不是蒙的。哦，好好好。哦，探变侯比多，真假厨子说，这是在打广告吗？不知道。历史哎，历史哎，你好棒！我去煮菜，我努力了。你好厉害，真的好厉害，我觉得历史能考就算。你几道题？五道吗？五道就其实 quiz 而已，就十二。我操，十二道就错一道题，挺屌的。Yes, I know。好了，不要走开了，跟你说一下。嗯。怎么就死这么快？你闭！啊！怎么记了？我看出来了。我很马，所以我记。我也很马。干嘛？干嘛？这个傻子，这个人。谁像个傻子？你开播了吗？你说啥？你刚说啥？说你开播了吗？开了，就在刚刚。用筷子吃一口不停。你们是怎么做到就是我最晚出现，然后你们伤害最高的？又很烂。看出来。我跟你讲，我这个历史我琢磨到他这个。我跟你讲，我这个历史我琢磨到他。弟弟是不在是吗？弟弟刚刚说他有点事儿。他怎么跟你？回来的。欢迎欢迎。我们队友在，就是我还没拿到 materials 那一瞬间就直接暴毙了。有意思哦，他在给你那个啥东西。Thank you for joining, not for support. Thank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好的，我不知道。刚那个 Pathfinder 是在跟你蹲起，
然后我把他杀了，我也把他杀了。啊，对不起，因为我看到他在你旁边，然后他枪对着你，然后就、我也是，然后我也是一梭子打到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那我剩下一点小了。对，对，对，然后他就死了。你打完了吗？没。哇、哦，好。还有一会儿。你好。耶、yeah.。Hello Dragon Snake。Hello Dragon Snake。小白。I'm eating an apple。小白。嗯。我想到一件事情。嗯。你的，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有一个追随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柴犬小阿特来着？他把看遍猴皮桌真假厨子说给打到了。啊？小白，你说什么追随名字什么？你记不记得你追随曾经有以前有过一个什么什么柴犬脚踏车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啊，什么东西？记得。哦，有真的有这个人是不是？好，那我没问题了。没问题，那我完全没问题。怎么了？等会儿再跟你。我都没听清你说的是什么名儿。什么柴犬，什么脚踏车之类的。啊，好嘛，好嘛，好嘛。然后嘛，这个人被我铁应该是掉了，甲应该也是掉了，他就打小甲，打第二个小甲。第二个小甲打了。那个柴犬刚刚跟我和平共处，柴犬脚踏车是吗？我把他杀了耶，我第一个把他给杀了。探变，什么叫你第一个探变？探变后卫一多，真假厨子说，哎，这个 pathfinder 是谁来着？哦，第一个是谁？探变后卫多，探定后卫多，真假厨子说，你不要再重复了，笑死。什么什么多？你看过吗？你知道这是啥吗？谁？我？你们俩？没有，还是？这是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是没有，他就是一个美食博主的那个的介绍。啊，没有看过，我只看过。就是跟那个大家好，我是小文哥。对，就差不多类似这个。在说什么？然后他是一个好像是个职业大厨，就是探店后壁。多真假厨子说，你知道是啥吗？这是一个美食博主的那个 online。有个很惨。没有，never mind，他不叫这个，原来是那个谁 ，Fuse 是他没有。Fuse 不是那个。哎，我还以为查出来呢。我刚看了呀。我操！我被堵在门外了。我去拿这个。我想进去，然后我直接被拒之门外。这几天怎么一堆莫名其妙的订货？什么东西？这几天手机一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订货，那是我的日常吗？我都不接的。我知道了，那是股市的。我操！为什么我伤害最少？人头比这个那是大挺多。不要问你了。问题来了。你们打完了？嗯，打完了。好。好烫，好烫。为了盲谢旧医师的订阅。为了盲抓到我们家猫在偷我的银行卡，说他是不是？什么？真的？银行卡？一会儿说，一会儿说。他是什么水烧开了吗？他想要帮自己买猫粮。真的。
他说，嗯，根据放大一点好吧，买什么猫粮？这一批猫罐罐不好吃。就是发现我们家恶霸在我桌子上扒拉我的银行卡，然后把它扒拉到地上，然后再玩它，然后威廉王问说是不是想偷妈妈的银行卡，然后给自己买罐头。他那个内心，干这个哈是到底要怎么用呢？嗯，嘿，买个新女朋友好不好？格局高，格局大一点。公主是不配是吗？男人不配。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啊，下面那个群组怎么好像越来越多人？啊？嗯？啊，没有啊，也就多了一个人啊。哦，可是刚刚还多了一个人，也是蛮多的。哦。的确嘛，三分之一了。的确，的确，的确。嗯，可以请问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在里面呢？他闭麦吗？这是偷窥行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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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之前 Jackie 不是嫌我吵吗？所以现在我一说话，我怎么闭麦？哦，我想起一件事了。什么事？就是学学人家。明天那个啊，要更新那个、啊，那个武装威胁。嗯。啥东西 ？Apex。只有狙击枪跟散弹枪那个模式。啊、还有 Luffy、啊。还有 Luffy 的分Luffy 的新碗造型，还有 Ava 的 Remnant。哥们，你最喜欢这种吃鸡公园模式？对了。然后听说可以直接，以前不行，现在可以直接在空那个复制台叫什么？忘了英文。Replicator。啊 ，Replic 可以直接在 Replicator 里面造那个 Crabber 跟 Mustard。啊！然后好像造两只都是150吧，这么廉价，不愧是奇奇怪怪的模式。以前不行、欸、以前那个还是得用剪，现在行了。那大概你会看到那个只要有那个有资源的地方，就那个应该是人手一个 Craver Massive 吧？对啊。只要有 material 的地方，大家都在打架，每个都要去抢那个东西。我要做，我要 creeper， 我还想把人家头射烂。嗯，我记得之前那个 PUBG 那个模式的时候，人手一个 AWS。嗯哼，我最喜欢那个模式。啊，我不是，我捡一个。哦哎哎哎，怎么都在我这里？对，死心！哎，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怎样？一路走好。你先来这。我记得。我连甲都来不及啦，他妈的就冲过来。看球！哦，游戏媒体爆料，《刺客教条》系列将在《刺客教条 Infinity》之后，新作将前往古日本。只要他一天不把那个什么烂刷装系统改掉，我就一天不回去玩《刺客教条》。我决定明天早上要起来听课，所以我今天要早睡。好哦，多大？伟大的决定要起来上课。多大？你在吃水饺吗？啊，对，嗯，水饺和云吞。那、哎、你吃起来好像很好吃，还有好饿。这挺好吃的。没理他。Oh my goodness！
抓腿过去。我操，打不中。抓腿飞上去。我的你啊，鸡皮。那也是很强。抓腿一滴。怎么、啊、怎么都在我这里的？打一个。抓腿。抓腿。抓腿。不让破甲。在哪儿？你找一下，找一下，找你找一下。来，好 nice， 太强了！他妈的，怎么通通都在顶我？谁啊？我没干嘛。哎、欸，不是我打你们的、欸，朋友们，是那个上面那个写 TTV 的那个、欸。你也是哦，你也是退。关我屁事！为什么是打我？我没干嘛，我做错了什么？哎呀，屁股粘在椅子。好位，什么叫好位？好位，好好，我想要你在椅子上。那没，那你把裤子脱了。哦，你是指那种粘在椅子上？好吧。不然呢？我以为是粘在椅子上，是一直坐在椅子上。不是，他说的屁股粘在椅子上。就 literally 粘在椅子上。好、okay ，字面上的意思。我懂了。屁股会流汗，你不喜欢平椅子。塞林博啊，几个小叮当。还只买个布垫垫好了。这个 Valkyrie 在偷偷的往我们这儿跑。Valkyrie 没看。是 collab 哦 ，collab 哦，他们俩都在我脸上，那破甲认得了，认得。你退下，退下。退下甲拿好了。呀、啊，看到了。看没有？啊！上下。有金钩啊，可是救不到。这人破甲了，要破甲，慢慢来。来拐了个金包，然后完全救不到。我还以为是硬救呢，你好棒。那个地方完全没法救，那个地方一救我就直接记。你平常这个地方也会记？没有这个这么记，因为这个完全旁边完全就是他已经走过来了。他要是剩一个人，我肯定直接救了。我现在真的是完全练枪模式耶，我已经没什么模式需要了。哎呀。早安呀，柴犬。嗯 ，bacon， bacon， bacon。我感觉外国人早上吃好吃好油，早上吃培根。老爸，感觉好油。哦，这个人破甲了。好一，认识到。明天要报名 PU 班，好像看了以前的题目，有点难。加油！他们有金刀吗？有吗？没有。有。哎，哎，你。有有，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你好棒！可是我打开我的背包，显示是紫色的耶。哦，对，正常。被三个人，被三个人追着打，哎呦，哎，可怜了，没见过这么可怜的。自由班考试，现在还有自由班的东西。自由班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比较愿意读书的班。哦，就是那种比较学习比较好的那种要考试的班是吗？嗯。那没进过，哈哈。压根就不想去，没有这种烦恼。我之前一路打上去打到五点钟，这么厉害，这么牛，那么厉害，真的。
Hollow Live 完全版日本游戏新作 Hollow Live L 在日本开放预购，真的假的？我也要预购。现在已经开始学习日文了哦，开玩笑。今天要早早起床。日文现在可是啊，开玩笑，已经可以怎么样，不怎么样。那。我都要用猎手，因为我这次没有很认真准备考，前一天还在玩手机。那祝你成功，好吧？这叫自信，好吧？他三体上第一志愿，现在只能去第二考自由。那怎么说呢？玩手机值吗？没事的，你要这样想。你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手机害你差那三，那你就完了。不要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加油，没有关系的，就是，嗯，哦、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我想飞气球，做不到。不值，但是我有上战神。好哦，上战神值了，好吧。没有错了，那你不知道是不是玩手机害你，不确定是不是玩手机害你没办法读好书的时候，想打只龙，继续玩手机就对。没有枪打只龙，他妈还是没有枪打只龙。好哦，让他走吧。哪里？他不见了，我不知道他飞到哪里去。看到了，算你跑得快。好。哪儿？哦，他妈也太远了吧！不是不是那只那只，后面拿紫色包的，这个方向的，他飞走了，我看到了，看他飞超远的，连素质都没有。那时候有个当电竞选手的念头，小朋友应该都有过吧？我弟好像也说过类似这样子的话，他难道不是想打 Minecraft 就好了？Yeah， 要是可以打游戏当工作就好了。然后我妈就很开心的笑，我妈说：“哈哈，就你打成这样，你觉得你能？”哇，你妈也是蛮过分的呢啊！然后我弟就的确哈，干嘛这样摧毁小朋友的梦想？可以开摆啊，又不是一定要当职业选手，跟我也挺像的。可以开台，又不是一定要当职业选手，奇怪。那也是啦，但是他。但是他哦，这是你想看，就是我弟玩 Poppy Playtime。那不是。我觉得你弟玩蛮有效果的。因为我录下来了。我记得你说跟你一样。哪有他弟？他精彩多了，好不好？笑。他弟精彩多了，好不好？还会吓到整个人消失哎、欸。真的，人体消失术。我还叫小白。放拉回去重复一次，干他刚是怎么消失的？再放回去，我怎么没看到？就直接消失了，太痛苦了那种行程。那是啊，没事啊，我才能看见。早上好呀，舅。早上好呀，舅。你还好吗，舅？哎呀，宝。我弟贼怕他能很就是。怎么讲呢？正常人被吓到应该也不会，就是，只有除了被吓到之外的反应。但是他被吓到，他会开始800米奔跑。800米奔跑是这样。
就是他，你忘了吗？就是他被就是那个妈咪出来的时候，他直接一个掉头狂奔。我好像没看到后面，我没看到后面。没，就是一开始前面的时候。妈咪出来的时候哪里？就那个手，就是一开始，对着手伸出来把他拎走，拎就是扯下洞的那一次。哦。然后第二次是他拎着那个娃娃出来，然后跟你说话的那一次。他都掉头跑，跑老远。哦，OK。就他完全没有在听人家说话。有的。掉头就跑。最近一直做梦，做什么梦？做白日梦。我跟你们说，春梦。我说我们这几天打游戏的话，一定要都要早打。我这几天他妈每天都是五点半上班。Oh my god， 没关系，我会为了你晚上早点睡。谢谢你。我昨天就是因为不行，我昨天没跟 Joyce， 昨天头痛没跟 Joyce 打到游戏，我要早点睡，今天就可以跟 Joyce 打游戏了。哦，你说 Joyce 马上要死了。对，那 Joyce 马上要死了。救他！我来喽。谢谢你们一起过来跟我送死。不用谢。那是一定要。我妈在那里，有没有倍镜啊？我一倍镜资本哎。我一倍镜都没有嘞。我一二倍，但是那你找到可以，我可以把一倍给你，笑死我！谢谢你哦。你给我一倍，我给你。因为你不穿外套，看起来还挺瘦。你给我一倍，滚！什么叫不穿外套看起来挺瘦？因为我外套穿起来就不瘦了吗？因为我外套全部都是 oversize 呀。所有人，其实很多人都说我穿外套看起来很肿，但是你不会啊？你没有背镜对不对？这给你。你记得，谢谢。你记得我穿了。他出门玩耍。So sweet。你记得我之前穿，我不是穿了，我高中的时候一直穿的都是 oversize 的衣服吗？然后我 prom 的时候穿的是那个抹胸的裙子。我怎么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有胸哎。大小。哦，我好像有印象。对吧？你还没有有，你还你的那个这么雄伟，他还。因为我高中三年穿的全都是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衣服，就是很大件，就是根本他穿运动衫，就是根本看不出轮廓的那种。但是我倒啊，可能因为我就是没有啊，因为你跟我做过瑜伽呀，你是有看我换衣服，对朋友。把他们下面了，跟你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有没有人能下来帮我？我他妈那个 block 差一滴， block 差一滴，正着我脸上这个 block 差一滴，我脸上这个 block 它真的差一滴。打！真棒！身上长两个了。这么脸上这个了。Nice 啊！Oversize 真的很好打，我不能穿 Oversize。你记得吗？就是我高中三年穿的全都是运动衣服 ，Oversize。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应该会适合 oversize， 但是我穿 oversize 真的看起来虎背熊腰的。是第一圈的一把，那我直接付了。直接付吧。我觉得这穿 oversize 还行，我不怎么显胖，可能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吧。笑死你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不是应该她男朋友看到她的时候不是应该是不是说？但是我男朋友那个时候有女朋友呀。他是我老婆，我怎么就不能情人眼里出西施了？也是啊，好吧，我错了，抱歉，对不起，杀了我吧。好吧，那是我的包，谢谢。没事，没有舔你的包，觉得好好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舔，说实话。我知道你不知道。等一下，不是上面会有名字啊，看一下。他没有在注意，他从来没有在注意，他我看着他舔我的包。好啊，是吧？忘记了，好像捡了点子弹嘛，人生很开心。不知道。哎呀，顺手。我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了，然后我就看向了我右边的屏幕，然后就果然。好羡慕可以穿 oversize， 我肩膀宽但又不高。哦，那的确没法穿 oversize。为什么？你可以穿内增高。就像我这种，我就可以穿高跟鞋，你就可以穿内增高。肩膀宽但又不高，我不管，我照样穿 oversize。很多人跟我说不应该穿 oversize。我死了，干！我死的吗？对。他是扎自己了是吗？
我没有扎自己，没有扎自己，扎到最后一血，然后被毒死了。是，我以为我行，我也会，因为我也是肩膀，我不是肩膀宽，但是我肩膀很厚，我的背很厚，所以就是我穿起来的话，就显得我一点腰都没有。其实我们应该从这边走。本来就没多少腰了，那穿上就真的没腰了。然后我妈以前就特别喜欢给我买那种类型的衣服。哎，为什么刚刚摸着我的肚子说，她说啊，你已经开始有一种女神的样子了。这 T-boy 是挺好。什么？我衣服就两种，宽的像猪，瘦的像那个紧的。像一个很可怕的日本黑道。对。黑道。宽的像猪，紧的像黑道，就这样。天喵就是一个肥宅。哦。哦，变好长。这里为什么会有弹倒过来？那里？我试过，但我就是有健身，所以我的胸跟肩会让我变水桶。我想找点有腰身的衣服。哦，那你可以穿稍微紧一点的嘛。我也不知道男生可以穿什么衣服。不是，你就拿我去试想就好了。我平常穿的多么邋遢，我那个衣服一穿上去，紧的一穿上去，妈的就像个人。这喵穿的也挺奇奇怪怪，想找有点腰身的衣服，但又不好找。腰身的衣服的话，你可以试试那种韩系的那种吧。韩系是不是比较会修身一点？我不是很了解男生的。我是想让詹淼试试看那种日式的。有狗。狗狗，别过来。狗狗，不要打我啦！有没有数字啊？那我是不确定。Rick have question. What Rick? What is your question? 穿紧就被说是 gay。韩系的话以衬衫为主。穿紧被说是 gay， 不会吧？你看看我。你看吧，如果你胸比较大。是你长得比较正气。正气。比较黑社会， yeah， 你即使被当做 gay， 也只是会被当做是黑社会一而不是零。黑社会的 gay， 的确是一是零，的确很有道理。但是詹淼的话就应该就是零，不是王也是个零。的确，的确。啊，我是一吗 ？What means 八八八 ？Means bye bye， I think。Yeah. Means bye bye, because it sounds like sounds the same. A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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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Okay. Yeah. 看看，让我想让我男朋友好好打扮打扮，但他都不肯。哦，还好了，没有人这样要求我，不然我一定可以跟他拼命。我现在潜移默化的在悄咪咪的让我两毛打扮打扮。那你出门也挺少打扮的吧？不是，我主要是想让他换个穿衣风格，因为他那个穿衣风格就是全黑。哎，哦，那是他那衣服，我基本上没看他换别的。不是你没有，他第一次你没有看见他换别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换，但是他的衣服全是黑的，裤子也全是黑的，基本上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他是新的还是旧的。这边有人。哎，那不是哎呦，那不就是我吗？不是一身鸡色是吗 ？It's bedtime,、oh、but I'm gonna watch it for a bit. Yay, okay. But I'm 我其实比较喜欢颜色比较多的。
我继承了姐姐那个二倍机，都是黑的，一直继承到现在。哦，你还想再继承一个玩意？没有。那是另外一队吧？对，两队，一二。旁边有另外一队的打我。哦，打一个，这边打一个，这边打一个。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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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刚刚拉起来又倒了。有另外的是吧？另外的，另外的，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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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 M 还是另外的 ？M。后面后面那个已经包，他们已经搬走了。我们要去你们那里。You hear too? Very confused now. Why? Why, Ray? 我不理解，他妈从那么远拿过来。我打爆，我的冰冰蹦蹦。谢谢谢谢。可以用一些外套或者背心、项链、饰品之类的叠出层次，可以试试看，超级不专业。里面有个 Watson。啊 ，M 二。哎我。他们进 I N G， 他们进 I N G， 他们打不到。我们一会儿去炸那个顶上那个。没来人哦。哎呦！你嘛！别动，别动我！你干嘛？搞定了，冲了，来来，打我，打打打打打，快点！有有，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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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了，别走！哦，打打打打打打！啊！哦哦哦哦哦！我堵那个空头，这么快？还是堵不了了，好。前面我买的儿童餐给了一个 minion 的东西。我讲话应该是有，不是？哎，有另外一组，另外一组。我知道，我看看。打打打。我有想试试，但项链老挑不出来。我知道我那个应该没有那个，所以。他没有太软了。谢谢。你今天打字变好吗？最近还能够120多字，我打字一直都特别慢。我的电脑稍微比手机快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洗吧。什么东西快一点？哎呦，我操！这人打得真准。Because I have twice as many plays I want to check. It's okay. 嗯。You can just chat at Emily's stream. I'll see. 很小声，跟别人明显。好，我等下调，等下调。We have each other's chat like open. 这样子。All the time. 这样子。我上这个。你什么？他的车说他的声音很小。调很重。好好。可以再大一点。我等下调，等下调。现在在那个战斗中。我等下把调小声一点就是。那这个房子里有一堆。好。五八练狗牌回形针，这些都是好的。那这是什么？推个虾皮卖场给你们。这样子。哦哦，有人落我脸上。我觉得狗牌。我操！我脸上有人。我之前有想。救命！来扫你，搞啥？救命！好，我惨了，我掉下来了。我死了。这里，谢谢你。姑娘，看一下就是。你别来狙我！我操！盾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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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努力的阻挡。我操！没有戏。哎、妈的，生儿子没屁眼啊！生儿子没屁眼，太过分了吧！我被所有人针对了。来这！狗牌会不会让我更像？没关系，时候到了就接受吧。你妈的，这个气都把他狗吞掉标了我！
谁走？算了。我觉得弟弟不行啊，弟弟扯了。可以，太强了，他妈打错人了。弟弟啊，好痛！我为什么我死？妈的，老子满甲。为什么你死？你那个位置我。有人朝你们走过去哦！我操，有人来了！啊！鸡！啊！这里大家一起死哦！大家！这他妈被针对的也太难了吧！你妈的，这仿佛全世界没有别人呢、欸！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们？他妈仿佛全世界没有别人呢、欸！他妈对着我一直抽哎、欸！哇操、欸！现在这么买的，但是我男朋友完全不会搭配，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搭配。男生通常我自己的衣服都乱搭配的，所以男生很难会那些东西吧？很不会啊。哦，对，好吗？哦，我错了。我现在刚刚你讲很多会啊，我想想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好，我错了。谢谢大家，我错了。那喝。我错了，我真真实实的错了，好吗？我说不搭配嘛，我也是他妈的全黑出门啊。可以参考一下摇滚乐的主唱，只要是他懒得搞。然后我觉得帮他搞我也好麻烦。干，我出门很简单，就是牛仔裤，然后加上一件短袖，然后外面穿一件外套，然后带着包包，就这样没了。穿搭这种东西就是增加交配几率，交配几率。的确，但是他既然已经有了女朋友了，他就不需要这种东西了，你不是？牛仔裤我认为宽裤比较合适、哦、男生穿紧身牛仔裤感觉很奇怪，穿紧的那个下面会坏死，坏死没有那么紧吧，就有人喜欢穿这么紧啊，会像庙会的超级 gay， 说不定人家就是 gay 对吧，男朋友就他穿基本上都只就他就穿一个 T 恤，然后配一个运动裤，要么是长的运动裤，要么是短的运动裤。了解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往这边站起来，过来，站过来，你看一下这个，你们看看这个搭配，妈的，跟我一模一样啊，黑乎乎，他跟我一模一样啊。我之前有给他买别的衣服，他穿了一个星期的那个别的颜色的衣服，然后拿去洗了，然后就又穿回这个装备了。牛啊！下面我至少还有一个颜色，跟我一模一样。我的只有黑的，要么就是灰的，灰的也不穿，灰的在家里穿啊，要么就绿的，绿的是因为当过兵啊。啊，那下面我还好，下面我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颜色的衣服，跟我一样。什么好？他之前高中的时候喜欢买过。我刚刚在说我在稍微尝试潜移默化的让你就是换一下你的外貌装备，因为你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像 Emily 说，她说她没怎么看你换过不同的衣服。我说不是没有换过，主要是你黑的换黑的，谁他妈能看得出来你换什么衣服？啊，版型都是一样的。对，都是版型都是一样的。也就夏天了，开始穿黑色长裤了。然后冬天的话，你 get 懂了 ，My bad。真的 ，You're bad。好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原来在女人的眼里真的不一样。我想让佳妙穿衣服穿好看点，主要是因为我每次跟她出门，我穿的好看，好好看看的，然后她穿了个 T 恤配个大短裤，搞得好像她跟我爸似的。那跟她要钱？爸爸给钱。干嘛打钱？快点打钱！不过他也老说，我跟他出门说，他觉得我看像他女儿。
在下面。木指甲。很像。它消失了。在底下底下而已。底下左右边看一下就看到了。啊好。粉色的牛仔裤这种我都会在校园剧里看到，尤其是拉拉队长旁边的 KTV。不是 ，look here，sorry。我男朋友还挺喜欢粉色的。我爸也挺喜欢粉色的。啊、哎，怪不得。我爸好多粉色 polo 衫。啊，没有了，一两件。他倒不是 polo 衫。主要是我妈给他买的，他也不是很 care， 他就穿。我每次跟他出门出去干嘛，我就在那儿想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出门前五分钟拿件 T 恤，然后再穿个短裤就出门了。我也就最近才开始多衣服穿。有人，一直都挺多衣服。有人，救命！救命！救命！在我后面，在我后面。下去。我听到虫子声。下去。好。上来。完全看不见啊。很黑啊。我们在上面。不看。不假 ，Oh my god， 我也不假。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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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想买新的，正常，女孩子都这样。的确，女孩子的衣柜就跟男人的Steam柜一样，Steam收藏库一样。好，来第一局。我以为你上来了，我就也上来了。没事，走。我想起我弟之前看我的 Steam。他特别震惊，他想、哦、Emily 你怎么有这么多游戏？因为姐姐有钱。Emily 你好 rich 啊！给我点亲子蛋可以吗，这位朋友？那个 Valkyrie 飞了，让他飞吧。我够了。有个 Valkyrie 飞到我们头上了，我操！好吧。我假了，就一个。一个你们两个在干什么？不一定，没事。现在有些女生也不是很 care。来、oh, like me， 来、like, 曾经的你。有些女生不是很 care， 拜 like 两位。我跟 Joyce 去逛街，然后我穿小裙，穿高跟鞋，然后 Joyce 穿运动裤、运动鞋加运动衫。哇、哦！我在恶霸营业。完全就是弟弟的装扮。你感觉跟男朋友出门一样。整个家中只有我一个男人啊！女性 influence。我爸一脸开心，又被我抓过来了。嗯。开心得很。好开心。爸。天花板师傅开冷气吹油。太好可爱。它好像乌龟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小一只，挺小吗？挺小的，跟 Jackie 他们讲。Hi out to hi damn that was a rough match talking about clothes. Do any of you like tech wear? What is tech wear?
I have no idea。它好可爱哦，它好香哦，它身上有一股奶香味。不要闻屁屁就行，对，不要闻屁屁就行。猫咪是不是真的有味道？ It's a style of clothing. Oh, okay, give me, I search it up. 猫咪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味道？猫有不同味道的，我们家你也有味道吗？我们家公主就是甜甜的味道，然后猫咪就是一股奶香味。不知道，工业奶香味是哪一种？是闻起来会让人很重的那一种，还是没有概念？不是不是，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就是那种香香的。超级贵哦。却有人送风，想撑不住下沉匆匆，最好选择。工业军装，工业军装不用，工业军装不用花钱啊！欢迎加入国军的行列，需要管道吗？没问题，你找我就对了，我保证让你进去量的。哦，不是那种啊，是那种军装裤。哦啊，对啊。不是不是不是你那种军装裤，是那种工装裤，好看的军装裤。我穿军装不好看吗？欢迎加入国军的行列。我为什么已经捡了一个蓝甲？有问题，你们那边有一组人不敢过去。有枪吗？没有啊。我跟你不然我跟你交换一下好不好？这个给你，你把你手上那屁屁的给我。不如我们交换一下怎么样？我这边一个被两个人包围，你们敢不敢？这个才。I'm helping。都回家了。老一。啊！回家了。哎呀，怎么一站？我没有 energy 啊，没有这种东西。It does look cool. It does look cool. I couldn't imagine my boyfriend wears that kind of style.他们两个刚刚一前一后包围我，我看起来没有无处可去，就只给我一人自己起飞。原地，没想到吧，老子可以原地起飞，像个无助的孩子。不是啊，我原地就起飞，起飞到二楼了，哪里无助？一点也不无助。假装是个无助的孩子，假装成无助的孩子。就是我把那个 fuse 打破甲了，然后原地起飞，然后那个我很害怕，我演的，我很害怕，我演的。我有没有办法拿着猎兽一路走到最后呢？If you wear tech wear in Taiwan, you might feel extremely hot. True, you have to. It depends on the weather. Like if it's not that hot, then I guess it's fine. 台湾的热不是一般的人想象得到的。但是我一般，哦，那应该也不会，就是比我国内那边热到哪里去吧？哦，你们那边确实热多了，妈，你们那边对啊，就在一个纬度上面嘛。你们那边妈有点可怕。对，是虽然是一样纬度，但是你们那边可怕多。是吗？我们那边厦门特别湿，所以它是那种湿热湿热。我跟你讲，台湾分两种。台湾的北部跟南部是两回事，就是北部因为它是一个像一个盆子一样，所以它的那个湿气跟热气全部会挤在那边，所以整个是闷到一个很可怕。安安哦，有人弟弟安安，你看看舅舅，
And then 再来 Eternal FPS。哦 ，And then。我操！我刚那个盾放的很紧急。等他，开放，开个放。挡住了我的屁眼。我这里。And you will see my destiny。他们一个破甲。好了。瑞斯破甲。瑞斯跑那儿去了。嗯哼。你怎么能在天上打假呢？好问题，我也不知道。快点！你怎么能在楼顶上打假吗？没，因为那个瑞斯在楼底下，我以为他们只在楼底下。Do you mean hot, like, wink wink or hot sweating hot like Emily, Eternal, then you're done. Oh, hi, Eternal. But yeah, I hate Taiwan's weather. Yeah. When I was in China, it was really hot too. It's like very moist and hot. So it's like you're sweating all the time. Actually, in the US.南部是干热，南部是太阳直照的那种热、啊，那太恐怖了。But for example, Texas, 我的房间不开冷气，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我的房间现在目前温度34度。牛的，你也太热了吧！我们之前在家里，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工业的那种抽湿机，按桶抽的，贼他妈牛，好吧。就如果不抽湿的话，整个地板我们是瓷砖地嘛，瓷砖地上能积水啊。对 ，It's hot all day all year pretty much. Yeah, but Canada's got pretty good weather, I guess. If you don't want very cold weathers, the summer and the fall are pretty nice in general. But lik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emperature in the day is very significant.You need to bring like a jacket. As 作为一个冬天就穿短裙的人，我觉得还好。老寒腿。台湾就是一个两个地方，夏天就是南部热到爆炸，冬天就是北部冷到爆炸。虽然再怎么冷都没有你们那边冷，不过哦，我们只要一到那个北部，真的是就是窝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不要动了，干好冷，救命啊！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暖气嘛。我们不用弄，我不用啊，因为我不知道了。不是，我不喜欢用暖气，是因为 my dream place is Alaska. Oh my god！ 暖气会变得很干，因为那个空气会变得很干。是可以加湿啊。如果要在半夜还要加湿就麻烦，所以就干脆不用。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们是不得不啊，我们是可以选择不用。啊，那也是，那就冷着吧。广州没有暖气这种东西，对，厦门也没有。就是所以特别讨厌洗澡，南方人好像都不是经常，就是不会每天洗。啊不，广东人是每天洗的。广东人一边讨厌一边每天洗。那也太冷了吧？不一定吧，有看人，有可能。广东就是这样的，广东对外的宣传也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广东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对，大家会扛着冷，然后一定要洗澡，就是广东。可是我才看到，就是有那种广东人做视频，就是说广东人和东北人的区别，就是说广东人不天天洗澡。难道不是东北人不天天洗澡吗？东北人哦，对啊 ，Never mind， 反过来。Hello，Never mind， 我的记性有一点点不好。因为东北人要搓澡，他们不天天洗，他们去洗澡是去澡堂洗。人在我楼下。OK， 我回去。我不天天洗澡，纯粹只是懒而已。对啊。我天天洗。高小姐，你好棒。我要是头发也只有一丢丢的话，我也不一定。你可以不洗头。那我还是得进去水耶。你看那个有假的，把头发绑起来好吗？好肥。你说你弄到你。人在哪？
life 了，下出来一滴。后面怎么？没甲，我把没甲的出去了。来，打了打了打了打。甲进来，干了一个。你开门干什么呀？不好意思，没想到门口有个雷。门口有一个 Revenant， 你是没看见是吗？我就是要打他，所以我才开门的。我在那个地方呀，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呀？因为我刚刚是干嘛来着？嘿嘿嘿嘿嘿。哦，因为我以为你往 DD 那个方向走，因为 DD 那边没人。因为门是关着的，我很安全，我就想说，我就靠在那个门上，哎，你进不来。然后那个门一开，砰！真的笑死我。Alaska, don't we have snow mountains in Taiwan? Man, it's been years since I went back to Taiwan.Why Alaska specifically, if I may ask? As Alaskan, my dream place is Taiwan. I'm tired of fighting bears and meth addicts. Oh my god, Beaner. That is so specific. Bye-bye. You say what? Man. You have the chance, I always recommend Taiwan. For the snow. You can come to Canada. Okay, it's pretty close to Alaska, I guess. Bye.啊！我卡 bug 了，我卡 bug 了 ，no！ 哎，别贴我的包啦！哦，抱歉，那是你的，抱歉，都可以，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按错，按错，这个就好，这个就好，这个你可以拿走。耶！什么东西？一个没有注意，通通都给他捡起来。我在看我的包里的东西逐渐减少。Joyce， 嗯，呀，你们那个镜给我吗？什么镜啊？我是资本。哦，好好好。对，这个你。不要了，你拿那个吧。不是，他有一个二十四。我还有二刀。哎，没扔出来。谢谢你。没有关系。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你要知道，刚刚要是我们也把 Orson 那。That sounds fun. Always wanted a Winnie Pooh for pet. Winnie the Pooh doesn't want to be your pet.Go pet one, they're friendly. Some are friendly, some may bite. 真的吗？你要确定？你知道那个英国现在要拍那个吗？恐怖版的。哦。我等下贴给你看。你也会想看？哦，你可以捡回来了。我捡到那个狙镜了。我想要一个，我想要一颗亲子丹。一颗？因为我没有亲子丹。Not like Australians dropping bears. Do you want this one? Well, come to Canada, you can fight raccoons. And, you can also like, fight bear and raccoon. And like... Deers like on gooses. The road, and gooses. Moose. And goose, a lot of Canadian goose. They'll beat the shit out of you.他的名字叫 Winnie the Pooh, Butter and Honey.说实话，如果 Canada Goose 是在广州或者是在中国的话，估计他们会变成稀有动物。哦，也不会啊，就像是正常的鹅一样。这个你看，在 DC 里面 ，Winnie the Pooh。你就在 DC 哪个 Lock 吗？你们直接丢给我。Because the global warning time 可怕到母汤。Egypt 怕到母汤。I don't think it's hotter than Egypt. That's kind of. 我操，这个也太他妈吓人了吧！对吧？temperature was 36.3 four days ago. So fucking hot. Yeah, my uncle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the weather in family chat. Yeah, I guess Asia. Basically, the whole Asia is pretty hot like these days. We need a poo.Canada is pretty nice. I wear a skirt. 我想看。Like when I wear skirts, it's fine in the morning and like the afternoon. But then when the sun goes down, it's really cold. It's a huge difference.
What the fuck? Honestly, I don't know how you survive like that. I heard China is burning on one side and flooding on the other. I don't really know, but. Winnie.AC power. Oh yeah, true. You know, my school, when I was like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back in China, our school didn't have any air conditioning. Exactly. I guess a lot of schools still don't have it now. No, they have it now. Really? Oh, yeah. Good for them. 我学校，我们特别是我们学校，就是一等我上高中，一等我上初中，小学不装空调；一等我上高中，初中不装空调。太惨了吧 ！That is so fun。然后我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们学校就开始在建游泳池，然后一直在建。等我初中毕业了，所有就建。太惨了。可以偷偷去游，也是可以的。捡的好快，啥都没留下。哦，谁？我。谢谢。哦。我们以前都没有游泳课。我们电池啥的分我点，我现在五个小点。好，就是路边的。我需要亲子的。啊，我有分你。我以前小时候有上过两个礼拜的游泳课。五个。哦 ，Emily，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什么？我电池六个。这还有。但是我很多小药。Emily， 你知道我们去潜水的话是潜，就是不带氧气面罩的那种吧 ？Yeah。Okay, good。我前几天跟教练聊天，跟我们的教练聊天，然后说 Emily 是男的小贾。我们跟教练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要去学潜水，然后我说哦，然后教练问说，他说哦，你们是学那种戴面罩的那种吗？他说那种我也游过，我说哦，是不戴面罩的，戴面罩的那种。哦，他说。然后乌里毛很震惊，乌里毛说什么？等等，不戴面罩了？什么？他是傻子吧？我傻眼了。不戴面罩要怎么游？就是闭气，就是自由潜啊。都说了是自由潜了，这不戴还能戴面罩呢？没有，我一直跟他说的都是潜水，我没有说是自由潜，一直跟他说。我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他也不问我。对，他就说什么？戴面罩跟不戴面罩差在哪里？就是戴面罩和不戴面罩。没有氧气面罩要怎么潜水？闭气啊 ！I always hide my room all day besides going. 那不是不能潜很深吗？My school used to don't have air conditioning. It was suffering. They wouldn't even turn the fans on because they're like, oh, you get sick because you know the wind and stuff. 不开风扇也太过分了。Yeah, like in the winter, we just like wear really thick clothes and like shiver in the cold. 太过分了。Very good. We go spend time in the library just because of the AC. Aww. Bu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 public AC needs to be controlled on 28 Celsius. 28? Oh, 对啊，没错。Why? 我怎么知道？问学问问政府啊，他们就这样规定没？有人儿。有人都不要吹到飞。那个28度还好，一般的学校都是装冷气，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学校屌了。我们学校的冷气不是一般的冷气，我们学校的冷气是什么呢？我们学校的冷气是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然后那个蓄水池是干嘛的？它里面会有那个冷冻装置，他们会把那个蓄水池的水变成冰块，然后冰块融化不是会有冷气吗？没有错，我们就吹那玩意儿。弟弟啊，那人要冲你吗？我知道，我看到了。他们谁找我？来找我，然后找我开个大走了。我们开大去他们另外一边。快来快来快来快！我学校冷气真的够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学那个冷气到底在吹大小。So the store is so hot。加拿大这边就没有这种烦恼，加拿大空调都开他妈贼鸡巴足，就是开到会冷的那种。羡慕哦，这样上课一定很好睡。然后暖气是开到热死的那种，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那种。妈的，什么奇怪的？
yeah. Now I wonder why 28. The usual temp in my house is under 28 all the time. So hot, even looking for AC right now. For environment, they say. Oh yeah, true. True. God, you saying that reminds me of. Hey, hey, 拿空投。你一直在摁沙场啊，我也可以带啊。妈的，你以为就你们站得高啊？小一。Nice。两个。在，最后一个，有另外一队吗 ？Nice， 跟到了，他就直直朝你冲去，不知道是，好的，马德就你站得高，靠，哦，因为他有金包，所以他才直直朝他冲去，是吗？那也太强行了吧，太努力了。作为一个 race， 好像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一些，啊，是个 lova 吗？我操，我好多大点，你们前面，你有几个？我三个三组小店，一个都没有，那我再给你一个，我需要点 San Diego， the Omicron San Diego， I mean。I'm lost, but okay. 我没有小店，我就剩三个小店了。就放小店。地上很多。我想，地上很多。啊。Sorry, my English is not that good. No, your English is pretty good. What do you mean? 你英文不好，那我怎么办？哦，我要差不多要睡觉去了。好喔。Wonder why 我有点困了，因为 I need to go to sleep.为什么你困？就剩一队了不？好不。就剩一队了，然后就 stay 看手机。看手机？我在看，有一个人为了怎么说呢？就是你有想过，就是你会愿意让张梦瑶去捐精吗 ？What the fuck？ 捐为钱吗？No, like just for charity. For charity, no. For money, yes. Charity 是什么？慈善。不是他的精子能有用吗？根据优生学来说，除非你，不然，对。就他的 Beyond 有人要，最好是。不要这样讲啊！那我怎么办？至少得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吧？不是，你想想他家族遗传病，然后又哮喘，然后还过敏，然后完了之后就各种病，之前小时候还对各种奇怪的东西过敏，他这种 DNA 最好是不是有人想要？不假了，长得帅就够了。不假了，是哪里长得帅的姐姐？我觉得长得蛮帅的。Sorry， 男人都是。至少跟我不一样，人家长得那么斯文，我长得一点就想要妈的看到死。啊 ！It's better than most I've talked with. I've never heard that calm before. Stop it! 小妹 ，Give me your. 你们都不要过来。打字有点烂，可能口语会比较好一点，已经很好了。要求太高了。哦，最后一队了，等等，我还在跑来跑去，怕有人。对啊，对啊，对。我记得 Emily 刚刚说过，对，在你挂机的时候，我听见了，但是我想不起来。
一个 Horizon， 一个 Bloodhound。哎，超过来了。Horizon 在这儿。凭什么呀？完了，两个人一起补。他们补我还要换弹，累不累？You want my boyfriend to sing a song? Oh, MV is kind. Finally. Okay, you know what song I want your boyfriend to sing. Okay. Just in the time I'm about to go to sleep, I'll just ask him. Damiao! Are you going to sleep? Damiao! James wants you to sing a song. James wants you to sing. James! Stop it and go to sleep. Sing and then we go to sleep. No, you said, 你说三点的。那 Emily 回来打游戏吧。可是我想睡觉了。那你还打吗？我 OK 啊，我没差。你打 Monster Hunter 吗？好啊，我没差，走吧。I'll send the web page for Tampa Comic Con. This was a time where Stanley was there. 我打 Master Hunter. Stanley. 早上你要睡觉了吗？你要睡觉的话，我可以睡两个。Emily's boyfriend gonna sing. I'm gonna clip this. He's gonna do it in a little bit because he's doing a lecture. So he says he wants to finish it first. Maybe like. 江边，你快点嘛，都在等你。你在等你。现在唱了过会儿再学。谁呀？唱啥？I love you so much. He doesn't really know the song. He's just trying. Hey, stop.哦，兔子，恶霸快看兔子。吸管剪一点，烧一烧就好。
换一条线，不然等一下可以打到一分钟。阿青。你要听江美瑶唱歌吗？没有啊。啊？没有。哦，在看直播的。你在听他们唱歌吗？嗯。不会啊，我觉得他长得蛮斯文的，很帅啊。好的好的。跟我不差多了。这件衣服我在小白身上见过。哪一件？江淼身上这件。小白身上这件我也有，一模一样的。我们俩一起买的。代表现在穿一件。对，我买了之后小白说，他说哦好便宜，我也要买，然后就买了。那你现在穿一件？不要，没必要。哎，改天给你穿一遍，就可以知道差距的差别的。嗯。我不知道女孩子穿同样一件衣服差距有多大。这种线会跑出来，所以他现在是在唱了。对，我看不出来。This is the happi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一件衣服，然后一件衣服。不干！妈的，被电线电到！哎呦 ！Thank you, I really tried. 感谢你。Can you say hello to everyone? Hello. What's you? How's your day? How you doing? Hello. What's you? Good morning. 干嘛把肚子放这么大？Bye bye. I'm going to have my class. You're leaving already? I'm having my class. Bad bit. Oh my god. Didn't even pause the video. 头发怎么保养？他头发完全不保养啊。怎么保养？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但是那英雄那梦不灭，那一直都在那一直追逐。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Dang, Joy is exposing me. I saw. It's okay. Emily's gonna see it like. 然后我还自然卷，哦，他也有点自然卷，刘海根本就是一头。那你可以拿头箍把它往后箍起来吧，拿小夹子什么的把它固定住。我是没有留长过头发啦，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留长头发一直都挺丑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很丑，所以没有任何建议。哎，他们都觉得很好看的，就是，很好看。不是，弟弟刚刚还认真的说了一遍，他说啊，就是长得很斯文啊，就是很好看啊。谢谢你。
他五官长得是挺好的，但是他，但是他的其他部分挺丑的，只能这么说。某种怎么说呢？我前几天翻到了以前的账号，不是以前的照片，我发现他跟其实我们好多，其实你也是，就是跟以前其实都有长好看。啊，就是说长得比以前好看了，长开了吧？可能对。难道不是因为我胖吗？那个时候。没差了，反正就是好看。我那个时候，哎呀，谢谢。张淼有比那个时候有很差吗？我觉得没有差别，其实。可能因为张淼好像也比那个时候瘦了。没有，张淼比那个时候胖。啊？你说什么时候？如果是高中，高中的时候 ，like 十一年级。他是十二年级突然变胖。但是我看过他十二年级那个 prom 的照片，他 prom 的时候其实还算瘦的。啊，我前、like、我也找到了我之前 prom 的照片，我找到了一张我跟威廉姆 prom 合照的照片，然后我给威廉姆看，我有，威廉姆就显得特别的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威廉姆变得超尴尬。看到自己的照片就很尴尬吧？不是，我觉得他可能想到了什么奇怪的记忆。哦，是吗？我不是，我觉得他是。I was singing along with him because he doesn't really know the song. He needs me. He does that every time. He's like, don't leave me. Help. Help me. I don't even have long hair or semi long. I hate that it makes you feel hotter in warm days. Yeah, true. Yeah.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me to dry my hair.I still want it to be longer, and then cut it like all at once, you know, very satisfying. 我现在头发快到腰了，你的头发应该已经过腰了吧 ？Joyce， 我吗？哦，对。嗯，你打算剪头发吗？我一直都有在剪啊。啊，是吗？嗯。啊、哦，我已经好久没剪过了。我要怎么下狗啊？我忘了。按攻击键。Heck yeah! I've clipped a few sections there, and that was a cute way. 不是。那。Because my face is chubby, but have long hair can make me look better. Really, if you have chubby hair, chubby face, does long hair make you feel look better? My boyfriend has a chubby face too. I don't know. Oh, see. To be honest, that was better than me and my girlfriend. Don't say that. 我在修理我的线线。Don't be mean to yourself. Okay, I think I'm going to go to sleep because I need to wake up early tomorrow and go to my class. Well, not really go to my class, but like attend my class. Actually, attending my class, which I never really did. Well, there's two sections of my class, so I only attend the one that requires me to attend. I just skip the other one, but not tomorrow. Tomorrow I'm gonna go.我来实习 ，mod 的工作了。Student， 哦，谢谢你。Student。Okay, good night, guys. Good night, James. Good night, good night, out. 晚上晚安 ，Joe。晚安，培根，柴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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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Good night. See you guys tomorrow. Bye bye.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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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没没没没。不要睡了，起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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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谢谢旧团，谢谢宝贝旧团，不要谢，哈哈哈哈。Thank you for following， 谢谢小小的赞助。
Thank you for following out wall. Right, no work tomorrow. Work around 5 a.m. so I just decided not to sleep. Haha.5点上班，直接不睡，好猛的体力。That's 2 hours from now. Exactly. So that's why I decided not to sleep. 没有我昨天晚上是什么时候醒的呀？我昨天晚上我两三点钟醒的，是什么好可爱？两三点钟醒的，然后又睡了。又睡下午，昨天哎，反正就是最近的那个下午 ，like I sleep from 8 to 12, so I just decided not to sleep. 就是我从8点钟一直睡到了昨天晚上8点钟，哎，反正就是晚上8点钟一直睡到了12点钟，然后我起来继续打游戏，所以我决定就不睡了，没必要。好大花枝我上帝 ，want me to learn？ 我们这边是下午3点，对加拿大那边是凌晨5点吗？我们现在就是凌晨3点啊！我们跟你12差12个小时。嗯哼。Good night, everyone. 我留着大哥。拜拜。拜拜。拜拜。真打谁知道？你在打什么？我走开了。我在打小的那个。你要开那个吗？你先把那现在在这个打完，然后你再开那个，然后我再进去。Good night, Emily. The song is I already know how to sing it, so I don't need to learn that. I will give your points back. How do I go up there?我有时候转换不过来，没有，就刚刚好差12个小时。我们夏令时是差12个小时，冬令时差13个小时，就是 basically 就是同一个时间减加一个小时。我要怎么上去啦？我不想上去。对不起。This is an Apex. Oh, did you help me change tag? Mm-hmm. Oh, just refresh it. Refresh the website.太高了吗？
Now that I've noticed, can someone explain to me why people think Amrit rice is better than world? I don't know. I like, to be honest, I do like world better. Ah, fuck you! I do like world better. Right, I think world is pretty good. I've been debating if buying world or rice, but I think I'm gonna go with world. Like rice because it was a Nintendo exclusive. Oh, I do like. I don't know, I do like world though. But it's just like recently there's like a rice DLC out. So my boyfriend has played rise for a very long for a while, like for a week. But still I don't do like well then. But it's not a lot. I'm sorry, Joyce. I'm a. Wait, does that mean that people rice? Like rice because. Oh. No, it's okay. Like everyone has like their preference, right? I like. What? You know? That's it.那是那个年代的审美啊，没办法。Yeah, I don't mind. 干啥 ？Cause I like roller just because I play roller like longer than rice, and it's a bit different. So. よろしくね。玩头游戏，你说那个头上。头那个男生很渣，然后妈妈头上住蝙蝠那个吗？那是什么？玩偶游戏，有一部那个少女漫画，每动画男生都要开后宫，那是一定要。不开后宫怎么叫日本动漫 ？Have you played Destiny? No, I have Destiny, but I haven't played it.妈妈在家里都开车。过来。不喜欢 ，I don't like to fight those tiny guys because they're too small to aim. What do you mean?Wait, are you going to get another challenge to do Destiny? 越多话越来越腹黑，牛头人或猝不及防的刀，痛苦自残。那是没办法，你知道，这就是毕竟时代的流行而出来的产物。Because you own. 就是。Oh, I never played before. 牛头人真的不懂。
然后越现在的那个压力越来越大了，压力越来越大，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越来越怪的东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The tutorial for this， 你说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哦，对啊。压力越来越大，然后那个脑子越来越不正常。鱼鱼。乌鬼跟牛头无法。没事啊，还是有很多比较单纯的那个动画可以看的。欢迎收看8月9号即将推出的《丰都侦探》，由假面骑士 W 主演。究竟丰都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呢？交给我们丰都侦探，意大利修太。你刚上怎么就不打了呢？我要怎么上去？你还没用完，你要怎么上去？你有看到左边右边有那个大石头吗？你先爬上去那个大石头。W 的外转吗？后转，就是 TV 版结束之后不是那个吗？就特色片结束之后。The tutorial for beginners is brutal. TV 版结束后的东西。在讲 TV 版结束后。你有看到那勾玉草吗？就那个勾玉草。你最近还在守四重？四重哦，我知道了，会变大象虫。It was fun, but Elden Ring. 四手同学。I've won over Destiny. 真的是画的蛮好看的。Oh, I have played Elden Ring. 四手同学画的真的很正，真的是蛮喜欢。我不要。最近还有什么可以看的？我来魔道。那个、啊、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也蛮好看的。我不要。第二，我不要，我会。来魔道。还有啥？那个地下城那个上一季开始我就看了，我不要。开始那个剧情越来越往奇怪的方向走，我就不看了。他受罪了。然后还有那个，因为你让我摸，我就偏不摸。那叫啥？那不叫什么鬼？哦。继母的拖油瓶是我前女友，那个我觉得漫画比较好。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你在讲阿尼呢？继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反正他就在讲之前高他们国中的时候，他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结果之后因为两个人因为那个对方个性不合，所以分开。然后之后他那个男方的爸爸再婚了，然后结果再婚的那个。妈妈的那个女儿是他的，就是刚好是他的前女友，非常的白痴。继母拖油瓶那个你不喜欢，每次那种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怎么样？那个东西就是因应时代潮流而诞生的产物，那个东西纯粹拿来当笑话看就好了，不要想看那个会成真，那个纯粹就是一个笑话。那个东西就是什么？看看我们之前有一部神作叫《家有女友》，这就是和谐版的《家有女友》。I've been playing Destiny for 8 years from. 哦，我确定，他就是我们的什么和谐版的家有女友，不要想太多。Overlord 还不错看，还蛮推 Overlord 的，如果没看过的话。嗯？嗯？那对对对对。我就看九九好了。哦，对耶，石之海的后半部是不是出了？九九后面那个徐伦，从徐伦开始我就不是很喜欢了。徐伦结束之后，后面下一个是谁？乔尼开始我就觉得，哎，纯洁妹魔你可以。你说那个？很开心的卡，阿爸阿爸。忘记妹魔叫什么名字？比亚尔贝德，阿鲁贝德好像是。我只记日文名。He's lying on my keyboard all the time, like.Go, go, go. Go. 你又打完了。Kitty! Yes, Kitty. I have two cats. And... 乔尼开始我就真的不是很喜欢舅舅，因为后面 Face of Fur. 后面就我不知道怎么讲，后面就越来越没有舅舅的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漫画、啊，我觉得动画那个出了之后，为什么圣经好？那你要先开机会哦。I love kitties. Yes. 应该说徐伦的那从徐伦就第六部开始那个啾啾，我看漫画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徐伦的那个被用成动画之后，我就觉得哦，干好像还是有点帅、欸。就嗯，果然啾啾是不太会让我失望的东西。我创建大厅吗？剩下150万人都收藏满了，到后面没有很。对你创建大厅，然后之后有一个大厅识别码，你要传给我。啾啾品质保证，真的，荒木飞里面的东西真的就是品质保证。Oh, it's because I don't wanna use like I don't wanna stream video like 什么东西？我怎么知道那个号码是多少？你在哪里？你对着那个四季猫按 F。四季猫。啊，邮差猫，邮差猫。邮差猫，发送大厅啊？为什么不能接这样？那个线上的，应该有一个大厅设定。哦，这个号码看见。对，然后那个大厅识别号码，然后你把它贴给我。希望下一个世纪还会继续画。然后你要想那个每个世纪都有荒木飞里面的痕迹。So that's why I 不是我，不是我那个汽车吧？那个。Because I don't want to stream myself, like I don't want to stream the video. 那个什么？康一就是那个，就第四部的康一就是荒木飞里面本人。他已经成为吸血鬼了，没有错。干，真的够屌，荒木飞里，每一步都说嗯，不是岸边彩舞我不知道我记得我听人家说是那个康一，那个荒木飞里就是康一本人，很多讲法，对啊，就很多啊，反正再怎么样就是他妈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写出这个故事，根本荒木飞里面就本人就在旁边嘛，妈的。Fur， 仿佛自己经历了这场史诗级的战斗。后面还有什么动画？哇！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后面让我有兴趣的，好像。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哈尼比。P.S. 班長。行くよ。出租女友就是现实生活中不要想它有可能发生，就当成他妈的一部符合性癖的动画来看就好了，不要想太多。你们在聊什么奇怪的东西？有一部，看的怎么说？有一部动画叫《出租女友》，然后反正它的故事剧情就是在讲说，男主角是一样也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男主角喜欢他的学校的老师，嗯，然后。但是他知道他觉得他跟那个老师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去跟其他学校的女生联谊，然后联谊到一半呢，他就跟那个男主就跟一个女生不知道怎样看对眼还干嘛，然后两个就约出去打炮了。嗯哼。但是当然过程没有演出来啊，然后呢在打炮结束之后呢，那个他们两个就当然就不联络嘛。然后突然有一天，男主的老爸跟他说，那个他要再婚了。然后当天那个再婚的对象就要那个搬到他们家。结果他那个男主角说，哦，很 OK 啊。然后门一打开，发现那个再婚的对象有两个姐妹，再婚的那个继母有两个姐，有一对姐妹。结果门一打开，发现姐姐是那个他们学校的老师，妹妹是那个跟他打炮的那个女的。我操，牛逼！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动漫，觉得很好笑。那个时候看，我觉得哇操，这是妈是什么鬼？现在想想，妈真的是够荒谬。我傻逼哦。For a second, I thought it was Jason.
不过结局还蛮那个，结局是好像姐姐变植物。他妈结局有点猝不及防。好像是姐姐，好像是男主角，反正就是中间经过很多一连串的事情，然后那个姐姐为了保护男主角变成植物。会干嘛？拯救世界了？没有，好像是男主角，男主角是后面变成知名的小说家，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姐姐有一个疯狂的追，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变态很疯狂喜欢姐姐，但是知道男主角存在之后，想跑去暗杀男主角，然后之后不知道好像不知道干嘛，姐姐就变成植物了。好像就是那个爱不到的那个想要对姐姐做，想要对男主角做一些坏事，然后被姐姐保护，就那个是变植物了。哦，是跟古剑比较正常，古剑漫画不知道干嘛。古剑的漫画，古剑漫画到后面不是越来越那个吗？纯纯粹恋爱的，我觉得很痛苦。也不是纯粹恋爱，反正就是恋爱一般，我都觉得当成是一种笑话，因为通常跟我无关，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就是笑话。哼，与我无关的通通都是笑话。撑腰做动画，不然妈的，你光看漫画，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打怪漫。我挖到你什么身体部位啊？不一样。是的，既然你会看动漫，就不要想太多，反正动漫跟那些乡土剧一样，就是都是演出来的，不要想太多。看看就好。因为看一些什么外星人的那个动漫，那就真的有外星人吗？是。你要说真的比较可能的，看钢弹有没有可能实现吧？太早拉了会掉下来。我知道，没错，还有一个。女子高中生机械，哇，那个没看，但大概是有看过那个东西。第一集很帅，对，没错，那你就把所有的动漫都当那个东西来看就对了，不可能实现。虽然看起来很现实，但是不可能实现。就这样想，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特别烂的玩意儿。诶，我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嗯？哪个？这个？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些那个红红的全部完成了。啊，那个合同挖的就是那个紧急任务啊。嗯、啊。耶耶！哦，到水墨林了，点歌手。
没事，不要想那么多，把动画都当成白痴在看的，对不对？然后我不是白痴，我喜欢当白痴的。我干什么？之前有跟小白，聊到啊，韩剧跟动漫差在哪里？一个真人演的，一个画出来。韩剧跟动漫？对啊，韩剧跟动漫差在哪里？一个真人演，一个画出来。如果你有认真在看韩剧的剧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有的东西也是他妈很扯，但是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男主角帅嘛，男主角是真人，然后帅嘛，所以女孩子还比较，有些女孩子还比较喜欢看韩剧，有遐想空间。珍稀动物？什么珍稀动物？哦，那个鸟鸟。还继续剧情，抱亲、出轨三个要素在一个剧里面啊，跟出租女友不是啊，跟那个出租女友不是很像吗？动画有很帅来说啊，对，的确，是不是？你就想抱亲、出租女友有，出轨、出租女友也有，看那不跟。不是一样，这只是男主角比较帅而已、啊，一个真人男主角比较帅而已。遐想那男主角当压死我，是不是？啊，你要讲说跟恋爱没有关系的，你要都要说什么悬疑片《名侦探柯南》嘛，是不是？韩版柯南。我的脚麻了，快救我！你在干什么？你是已经在打了吗？我在打了。你能不能等等我？你没在打。对啊。哦，忘记了，忘记你还没扫那个，没事，我慢慢，我一刀挥他。谢谢你哦。是啊，我是拿垃圾刀在砍他，所以基本上打他跟抓痒一样。来自星星的你。就是正经版那个正经版的 Naruto 嘛，我真的觉得来自星星的你很离谱。是不是啊？就所以我就说，你知道，那个就是两个的差别就是什么？不，剧情一样的，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动漫。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觉得男主很帅。哦，我没有，我没有，很多女生都迷的。五迷三道的，我跟小白那天讨论说那个男韩星里面男生我只喜欢一个，就是那个很壮的那一个马东石，哦，那个真的帅，那个才叫帅好不好？动画爱情男对女不好，纯爱本来也是。开玩笑，对我来说，韩星韩国帅的就只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马东石，太他妈帅了！欸，他他妈的那个电影每次都是一拳把人家 KO 欸，还不帅，你直接把人家抓起来摔欸，那个才是帅。今天自动显示一直说我没事啊，看得懂就好了。耶、yeah, ，你在哪？哦，我的，嗨，我骑的这只比较大只啊。这看起来不是。这是我们要打的那只吗？不是啊，我只是把它骑过来而已。不然我没有狗，我就只能骑这个了。为什么没有狗啊？啊，因为我把狗拉掉了。我之前那个测装备把狗拉掉，一到现在还没拉回来。你要去打他了吗？你逛完了。Hello me。因为我看过马东石之前的照片嘛，他之前身材就是型男那种。没事啊，型男无所谓，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屌就完事了。
真的是帅。嗯，大哥。手会扁。大哥，上去。你为什么是不会转头？是不是这位朋友？就有点蠢。好，我要放弃我的坐席，我坐席时间快到了。不过他没变，现在也不。那马东石就是那种看起来笨笨的男生，然后人狠话不多，最喜欢那种。这么快就不回不回了？因为我刚才对他头敲。看，在你还在探索地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敲他头。那我可能打不到500吧。我操！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脚麻就。这个不要打了，脚趾头被刀割到就要送急诊，然后没关系。是啊，他拿大眼睛的人，他拿柿子。不然，你知道那个行为就跟男生，你不能讲女生不对，你就想那个男生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的姿态。你就想，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妹子，然后那个在脱一些泳装照，然后胸部很大，然后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 po， 然后每天嘘寒问暖，就是下面有留言。然后今天如果他不小心什么可能感冒去挂个急诊，就有人就说啊怎么啦？什么急诊啦、啊？好心疼哦！妈，什么屁话都来了，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个不限定啊。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人类。男女长特权，不用好奇。只要世界上任何东西存在，就代表一定会有它的价，一定会有它的价值跟它的值。就跟有人觉得电动是它的生命，有人觉得电。